你还在这样画桃子吗？来跟我一起画，先写一个字母 S， 先写一个字母 S， 再画两条弯弯的弧线，再画两条弯弯的弧线，写一个字母 W， 写一个字母 W， 分别连接起来，填上细节，分别连接起来，填上细节，涂上颜色，桃子就画好了。涂上颜色，桃子就画好了。